便利。高山一般害羞的是外表奶油小生，可是最近刚失恋。刚整理好状态的徐志远。你只要记得一件事，等一下专心做题，千万不要看他的眼睛。志远，等一下先写会做的题目，不会做的等一下再回来解，不要浪费时间在刁钻题目上，知道吗？加油！志远，志远，你是首选。志远，志远，慎终追远。为什么你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？因为暗是隐藏版，啊，旧的他穿破了啦。嗯，找不到我的 size 啦。啊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来，镜头带到这边来。高山一般的对手是经典中的经典，老师中的老师，哈佛高中。美魔男徐逸飞，一飞一飞众望所归，一飞一飞心里想吹。比赛规则非常简单，计时四十分钟，答题最快，而且答对最多的即刻获胜。痛比奥数啊，怕了？不怕奥数而已嘛，不过就是数学版的脑筋急转弯罢了。这有没有吓到？他现在只是装没事，心里其实怕的要死啊。好，比赛正式开始。对对对对，完成了。小俊，这么快？你看我写对了，开外挂吧。志远，这一局获胜的是徐老师。啊，好厉害啊！你算有节这么快耶！啊，徐老师，徐老师，哇，想不到徐老师这么厉害，连我都要倒戈爱上他了呢。徐老师，哇，老师好帅啊！哎，看看我们班这群臭男生，没用。嗯，还是看我大腿，恶心。嗯，还看内侧，对啊，恶心。哎，卖个狂，卖个狂，你个狂还有皮哦。
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 ，TVBS 42台《机智校园生活必胜高三生》。